欢迎登来最新新闻现场，新闻继续不来看是这个阿兄的土地所在的上岸时代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幼儿运动会。今年真特别哦，是特别对中华找来幼儿体能工作室的专业人员来带动游戏，就参像草上飞、个投篮等等的游戏设计，都是由胡彪清带着小朋友做回来完成。这嘛真成功，来幼儿亲子之间的距离，所以讲哦，就算是上岸的日头经验，就是这个阿兄的土地所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户外，同款生活真欢喜。小朋友坐在塑胶软垫顶面，并由爸爸妈妈来拖着走，马上感受到亲像水上香蕉船的快感。小朋友欢喜的心情是正在平常。这是德甲乡土幼稚园所举办的一年一度运动会现场。小朋友开心，爸爸妈妈就开心的。刚刚的辛苦都全都忘了。唔呐，有草上飞的亲子活动，现场安排的亲子共同投篮耍球。不管是爸爸也是妈妈，拢必须陪囡仔走二十公尺，并将囡仔抱滚滚来投篮。有的是投一届就成功，有的是投几落届。抱起来！加油！加油！阿板坑的，阿板坑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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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讲天气真热，不过现场亲子是耍甲真欢喜。而且是德甲乡公所小厨队中华，请来专业的团队来设计游戏和相关的教材，加上大哥哥亲切的带动，现在这款的活动形态真受欢迎，一路对北部拓展到南部。透过简单的游戏，让小朋友达到身体的能量，然后就像现在的圣诞节，我们会帮学校规划亲子活动。哦，来让小朋友非常期待圣老公出场，让小朋友呢有一个期待，然后学校帮他们完成，我们来帮学校设计这个活动。啊，今嘛这个协同的运动哈，增加伊的体能哈，能包括咱平常时啊，在囡仔哈，会再讲今嘛拢离开爸母的身躯边哈，拢来伫咱学校哈，再讲借着这个机会哈和老爸老母的互动更加好，和老师的互动哈啊，咱因为咱成立哈啊幼儿园了后哈啊，咱来积极来个推动哈啊，这个学校啊，这个各项活动啊呢。德甲乡土表示，伫咧转型时期，乡土幼儿同济有600多名，但现在受到少子化的影响，乡土幼童是愈来愈少。加上今年度政府推动着幼托整合政策，伫师资和相关专业人员的水准要求提高真济，而德甲乡土也符合规定，而且也真重视着健康休闲活动。最近特别请来了专业的幼儿体能工作室人员的带动和运动会，加了创意和惊喜。新闻客家乡德甲乡采访报道。